完了完了，阿爸快跟爸跟他吵架了，我要吃八宝粥。走走去叫他们要不要一起去吃饭。你们在干嘛？为什么吵架呀？咋了？没事没事，你先好好乖的啊！没事没事没事。八宝粥不好吃，我带你去吃快餐，好吧？哎哎哎，过来过来，来你们俩过来过来过来。好了，不要这么僵嘛，都是朋友。来，我有个办法，你们在小鸡快跑里比赛，好不好？你要被大象不会把阿姨当真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比赛来，但是谁输了谁就把照片。传到游戏里啊！呀，阿宝快，你的咖喱鸡跑得好快，你的三号鸡马上就要赢了，不要放弃。哎，一条小团团。呀，阿宝快，你输了，你要传照片了。哎哎哎，过来过来，坐好坐好。宝哥呢？你是不是有东西要给阿宝快呀？好了嘛，不要生气，看他的。哎，快看。就没事了吗？但是阿八怪，你的照片已经被我传到左下角了，赶紧下载去看一眼吧。抖音。